捧圆你们呗。胖胖。你们就把是不是有点兴奋放的？是不是放的稍微有点兴奋？都有点冒烟。这个头画的，哇，这头上进去那个煮熟了，煮熟了，这太烫了。转一下，砰砰，把一个灯给吵。日本牛逼，这个电视剧吧，好的，给咱们团队来，好牛逼，好牛逼，走他，撩我，不要。No！ 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哇，牛酷！好吓人啊！酷！哎呀！然后小杰上去，哎，再动两脚！哇，这是高手，这是高手！这也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真厉害！是熬，可是熬熬熬熬熬，我说好。中等身材。动了！哎，张启宁正在吃什么无限啊？你在吃无限的。一二三，出击！表演风格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这咋整？你们俩就没有啊？哎，没了，没有啊，我要是少男朋友，你去给他买药。我也够得着。冻坏了吧？一个是好点。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，是个首领，死胖子吗？可以啊，抽个一个，来这边。
开心的拍摄。突然间没了。反正他那个我嘴里在看到劲儿了，这不像个这个时代呀。镜子吗？你看不见自己啊？我看我自己还行啊。你看你自己，我有点大嘎巴。走，来，是吧？啊！来吧！这也太难了吧？这还难呀？这还难呀？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呦，谢谢啊。